Book 2 55 55 工作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的先生是医生。我是做半天班的护士。不久我们就要拿退休金了。但纳税很高。医疗保险很贵。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？我想当工程师。我要读大学。我是实习生。我挣的不多。我在国外实习。这是我的老板。我的同事们很友好。中午我们总是一起去食堂。我在找工作。我失业已经一年了。这个国家有太多失业者。请访问 www.book2.de 获取书籍和课本。